那用了大概有将近10000片啊，大概8000多片的竹片呢，把它编织起来。那我们这个编织的方式是用轮口编，也就是一片片把它编成一个轮口。那这个造型呢，是很像中华文化的一个同心圆，大家在一起，也很像台湾风格的一个焦点，就是台风眼。就是说这个作品呢，它一个造型的艺术是一种中华文化同心圆台风眼的一个作品。那这个作品呢，是我们在这个编制的一个艺术呢，是最大做的。要做一个竹编的一个作品，要大没有什么很困难，但是呢，要个轮口编的一个大的作品比较少。那算是我们这一届的第一届的作品，以基座造型呈现出来的。